你是何人？为何夜闯我明叔门？那个女人又是何来历？她的……你没交代清楚，不许走！你等等，那个人往侧门方向去了。他虽擅闯门派，却也击退了那个可怕的女人，保护了爷爷。不能不管。你是不是受了内伤？我劝你不要勉强行动。救命啊！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有妖怪！先救人要紧。经受不住攻击，要先除掉他们周围的妖物。应该就能困住这头凶兽了吧？不好，恐怕凶兽很快就会百元石撞他，快走！
下，那条凶蛇很危险，别过去。
好厉害！各大门派深感棘手的凶手，他竟然一己之力出去。不对，凶手出现七年来，从未听说过有人能击败。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谢英雄相救，我明白了，是你救活了我。什么？他身上的黑气似有蹊跷，我去看看。你做什么？修武，小秋，如任务。现有缘何在此？属下缉拿魁宇尸首，经严波泉眼撤离魔界时，遭遇魔尊重楼阻击，坠落人间。春姿间已失落于严波。重楼现身严波泉眼，魔界已有所警觉了吗？神界，魔界，他们是神族。敖虚神尊，弟子等人接驾来迟，请恕罪。那女魔逃了？弟子知错，已经加派人手扩大范围搜捕那女魔。修武，春姿剑乃与汝相伴而生之神剑，可破六界阻隔，亦是克制魔族之利器，此损失可谓不轻。春姿剑既已丢失，汝又需共生灵术，便暂留人境，一切行事且分孟章。是。神尊，此次身体愈加虚弱，降神之术无法长久持续。若天魔众出现，本尊再降临。恭送神尊。上神，月姑娘，神尊已示下旨意，请二位到我天师门做客，共商降魔未到之际。好。